崇德佛院大法行，崇德礼堂聚贤良，齐心戮力助白羊，永续盛业创辉煌。2024年7月20日，印尼棉兰道务中心崇德佛院落成启用典礼，由总会理事长、祖先代表、崇德负责群暨海内外道场超过3000人的贵宾齐聚棉兰，迎来了非凡的气象与前瞻的大格局。所有与会者再次亲证天人合一、神恩加披的浩荡，满心的欢喜与感动是上天的祝福加持，更是饮水思源无限的感恩之情。时代的责任，稳定的力量，不忘天恩，不忘开创，软硬体建设不断，促进人才培长，提升宗教形象与影响力信仰的传承。有心有愿，有方法，有作为，向下扎根，向前跨越，勇于承担，舍我其谁，让印尼棉兰道务中心各地道务红展。庄严的佛殿，气势非凡的大礼堂，精致的接待服务，精彩的节目演出，现场直播视讯，幕前幕后十组分工尽职责，出钱出力不分你我，突破千尺浪，齐力建德功，策划推动响叮当，修办好人才，个个是栋梁。今天我们棉兰道中心崇德佛院的落成，阿老是主人，一定会亲自来到我们的这一个会场，希望各位前贤都给我们加油鼓励。招待不周的地方还是很多，最后祝福我们这一场的盛会能够顺利圆满。今天是我们崇德佛院落成大典之日，棉兰崇德又增加了一艘大法船，是人天喜庆的吉日。20多年的这个发展，能够有这样的庄严雄伟的这个佛院大法船正式的开行，再次的祝福我们开荒的前贤们，在朱老点燃师的带动当中创造一个新局。感恩道场是春秋，饮水思源住心头，为我指引解迷惑，带我向前走，无私无我共筹谋，天意来传播，无争无畏也无求，感恩之徒最富有。没有道场何有我，没有前人焉有后，为我指引大道走，成佛不再是神圣的道场，是前人淌血流泪洒汗换来成果，传承与发展是前人高瞻远瞩继往开来的理想。走进新时代，开创大格局，好还要更好，质量成长无上限，盛业千秋，荣耀白羊，再创崭新大未来。今年这一场的盛会而付出，而努力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前贤，真的谢谢你们两位夫妻的一个发心。也在为棉兰道中心怀崇德道的发展再创新局。